谁让你这样？我告诉你，不要打小脸啊！男士姐妹有哦，啊，今晚给我出一张喜，先别请。偷穿高跟鞋啊！这个偷穿高跟鞋，看一下它里面介绍什么高跟鞋。哇，有介绍高跟鞋，又介绍高跟鞋，是穿高跟鞋啊！应该不是想看高跟鞋吧？这个品牌好穿，这也扯没办法。大年初四了，是啊，今天好好的来给他玩一下游戏，好不好？今天要先玩的是有求必应，希望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们都能够有求必应。好，来哦，这个桌子推出来了。僵持洗一下牌，好不好？洗牌，我这一家牌就把它混乱它，见神就暴洗了，好不好？里面有两个财神爷哦，一个是真正的财神爷，一个是可爱造型的财神爷，对不对？算是配对喽。哦，拿着，反正拿着，穿着一个符，拿着元宝的那个哦，是假的，那个是我本人的，好不好？有写恭喜发财哦，那个就是中奖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，请选择，随便选一张。各位，请把你们手上的牌转过来。耶嘿！牌是一样哎。哎，你牌为什么你们拿的不一样啊？太小了吧！两位姐妹这么凑巧，恭贺上面写的什么？念出来给大家听。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，有求必应。有求必应。瑶瑶跟 Apple 两个了。但是呢，怎么求谁来应？我们两个要我跟瑶瑶先示范。哇塞，可以今天是大年初四，对啊，算是便宜他了。瑶瑶超敢，我跟你讲，我当然晓得这种便宜你不想捡，不然我来好了。大年初四我委屈，大年初四我来委屈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规则很简单啦，好不好？一分钟之内有三颗就算过关啦，好不好？三颗，开玩笑，你尽量的贴近我，哇，不要担心，好不好？贴近你啊！示范了，示范，请看示范。有求必应，计时开始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不要有杂念，你心里不要有任何杂念。好，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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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替你。心要定，快了，快。还有他，前面，前面，再靠近你，靠近你。现在已经是第二颗了，现在的第三颗。爱晨是否能够顺利的接到乒乓球这一颗又失败了？不要定，你不要紧张。时间大概已经过了10秒钟，不要紧张，现在进到第四颗，你不要靠近。爱晨现在是不是能够接到这个乒乓球？又差了这么一点点。哎呀，我看时间一分秒过去，这组非常的完蛋了。这个示范呢，应该不是非常出色。好，爱晨接到了第五颗，现在走过来不可以用手的情况下，没错。我们的乒乓球胜利来到了鱼缸，现在瑶瑶运送第六颗球了，在一分钟的时间里面运送三颗就算过关。艾辰现在把第二颗球放在鱼缸里面去，瑶瑶的速度非常的快，现在似乎已经非常上手了，现在又运送了一颗球过来，我来跳出来的时候，现在又掉到里面去，顺利的把第三颗球放到鱼缸里面去。二，没了，在这个鱼缸里面，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，在一分钟里面，一颗，两颗。三颗，我们的游戏规则在一分钟运送三颗，恭喜你们过关。过关，示范呐，不难，只是他比较害羞。好，不难。对，但是如果看到他们姐妹的话，就不晓得。哎呦，就不晓得了。更厉害，我相信。我们来看 Apple 瑶瑶有求必应。Apple 瑶瑶要来参加这个有求必应啦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一分钟三颗，你们觉得瑶瑶 Apple 能不能过关？请选择。能吗？能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啦！为什么你觉得不能过关？我觉得他们两个姐妹好，就是感情好像是假象。我觉得姐妹哦，不一定一定是默契，有时候反向思考。好，有四位选择会过关，有两位选择不过关。今年大年初四，希望你们讨个好彩头。好，瑶瑶 Apple 有求必应，计时开始。一定会加油！加油！靠近点，靠近点，靠近，慢点。哦，姐，运动乒乓球，差一点点。做得好，加油！接着现在运送第二颗球，做得非常好。七点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很好，第二颗球现在已经运送到了。加油，加油！恭喜第一颗球已经放进了鱼缸，现在紧接着预送第三颗球。两颗学妹默契都还不错，哎，第二颗球顺利的接球度，还有还有帮助的方式，哎，非常的不错。第二颗球现在放在鱼缸里面去了，现在第四颗球已经掉了。
第五颗，第五颗球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师傅的一分钟时间，三颗球运送过关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这是大连姐妹看待这对姐妹花的运送，有从第一的这个游戏单元，现在第三颗球已经进入了我们的鱼缸里面去。很快的，第四颗是否能够过关？现在已经响起了倒数的声音，只差最后一颗球，是否会有最后戏剧性的发展？这颗球开漏掉了，时间到。各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有求必应，一颗，一颗，两颗，三颗，恭喜 Apple 瑶瑶不关。Yeah! 在这边非常可惜，不过关的两位。要怎样？要不要处罚他们？要、yeah! ！马上进入情戏演技大考验。情戏哦。刘湘慈啊，是团长，加油啊！有。好。过年出去拜年，遇到前男友，哎呦，多自然，你看看，多自然啊！你是常遇到的，多自然，你看看，太棒了！好，过年出门碰到前男友，然后又遇到他妈妈，哇，很客气。过年遇到前男友，碰到。他妈妈走路跌倒。哎呦呀！你很跌倒这个样子的吗？他是典型跌倒还是要这样拿着？他典型跌倒是这样。哎呀喂呀！连胜娇娃刘湘慈美美的跌倒究竟是怎样的？典型跌倒还是要这样拿着，他典型跌倒是这样，哎呀喂呀！快跑！你很快脱，快点要美啊！你好适合当女生哦，请放开了，我们算他过关。耶！谢谢。过年收到大红包，非常开心。过年收到大红包，后来钱被妈妈全拿走。过年收到大红包，钱被妈妈打拿走，泄愤吃年夜饭吃到太撑。恭喜你过关。紧接着我们进入下一个挑战。好，平平安安，马上上我们的桌子。好，我们请我们的姐妹花帮我们洗牌吧。来，姐妹花，姐妹花。极端一点，自由发挥哈、哦。好，这样好了。好，请选择，请翻牌。加油！好，恭喜阿成不死神来支持我们的平平安安。规则就是限时一分钟，两位挑战者跪在地上不能使用双手，只能利用大腿以及膝盖的力量，两人合力将三个酒瓶立起，即为过关。到底爱神不举神两个人的合作可不可以过关呢？请选择。好难哦，我要选不过关。哎呦，哎，干嘛？那我要过去了。不过关的那几个，你们真的会选择一分钟三个瓶子不过关？嗯，不可能。我觉得他们一分钟三个瓶子，我觉得 OK 了，他们师徒两个人 OK 了，过关。那好了，过关好了、哦。我就不过关了。你怎样？我觉得他不行，因为我觉得艾辰的肢体动作不太优啊。对啊，艾辰一直都是老鼠。我自己动作不优，他对于每个游戏几乎都是老鼠屎啊。好了，既然呢有人选择过关，有人选择不过关，到底怎么样呢？马上进行我们的平平安安。好，平平安安。计时一分钟，开始。加油加油，可以的，你们一定可以的。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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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哎呦哎呦！也太快了吧！怎么可能？太快了！很简单是不是啊？喂！
子成以及刘湘子还有彤彤，恭喜你们通通都过关。其他四位请靠近我走过来。那边快，今天刚好大年初四，又玩到这个游戏，血耻了！你旗开得胜，这个现阶段后面的让你来处理，我来处理啊、哦，你来处理，这很难哎。哎呦，不会啦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年初一吃太饱，然后看到地上有一万块的红包，哇哇哇！大年初一吃太饱，看到地上有一万块的红包，然后被香烫到。霸哦霸哦霸哦，好诡异的反应啊，算过关了，算过关了，好不好？恭喜遇到你过关。穿新鞋踩到口香糖，然后去拜拜被香烫到啊。穿新鞋踩到口香糖去拜拜被香烫到，而且还被鞭炮炸到。被烫到被炸到，不错。那今天大年初四他的表演就是一个忙碌，对不对？希望一整年一二年他都是一整年忙忙碌碌的，工作满档了，好不好？希望他工作满档。好，到 Apple 了，给 Apple 了。包红包包太多心很痛，连菜吃太多便秘，男朋友还要跟你分手，好惨哦，好可怜哦。喂，什么要分手？疯了啊！便秘重要，不要，没有跟他分手重要呢。真的，反正他算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表演了，非常漂亮，不错啦。在这边，我们大年初四也希望他一整年身体都很好，当然绝对不会不舒服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温柔柔嘞，简单一点，简单一点。煮年菜被油烫到，结果被妈妈骂惨了。哎呦喂，好就是错了，拍谁了？不要看。煮年菜被油烫到，还被妈妈骂，结果领不到半个红包。哎呀，这么凶！开水了，我看看。看那个红包，妈妈，啊！反应了，用大，哎，没红包会晕倒，哎，好夸张！哎，你爆了啦！来来来来来，卡起底。那两个今嘛来，那个大年初二啊，登一娘家。你要什么？啊，结果没有拿到红包。啊，大年初二回到娘家，没有拿到半个红包。主人上了不？站住了。这样应该算他过关。过关了，他算放得开的，算放得开，好不好 ？OK， 恭喜我们的佳佳过关。好，欢迎我们的彩云滚来。哎呦，真的滚来了没有？来，莫啊，老听众，我你洗白。好，谢谢。来哟，好啊。好，好，好了哈，好了哈，来，请选择。来来来来来来。当当。当当。请转开你们的财神牌。好，湘慈跟我们的楼庭生马上进行我们的财源滚滚来，财源滚滚来，湘慈跟我们的在楼庭生要挑战啦。对，但是我们先看我们的彤彤跟我们的父子纯来示范。是的，请就位，姐姐加油啊！示范计时，请开始。加油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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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哎呦！哇，很快哦！哇哦，好稳哦！哎呦！好厉害哦，好稳哦！我以为这样双下巴才可以做的。双下巴？你说你吗？谁叫我做？双下巴夹不住，叫叫叫！你在眼前掉下去啊！小心！你可以不要接那种声音吗？只是好像母
金鸡哦，你们只是变得很奇怪，金鸡哦。默契的彤彤及傅子淳能否完成最一不可能的任务？你们变得很奇怪。金鸡哦，这有点难度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行不行啊你？这个游戏其实没有很简单哎，对啊，是有点难哎。加油！快点，快！两颗，三颗，四颗，五颗，六颗，一分钟运送六颗，恭喜我们示范队获胜。过关了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好。相识罗廷成怎么样？你们看到诀窍在哪里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很建议他们哈，选对就选在。我们要给他们良心的建议，不要害人家。大年初四，你们都选不过关，嗯，怎么可能？那真的很难，他讲的真的是六，很诚恳，他们讲的很诚恳，对啊，对啊，我还是会选过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两个是特战英雄，哎，哦，哎呦，特战又不会夹这个，五百上来都不怕，还怕夹球啊？真的是这样子，而且他不止他当过士官长，现在还当那个女刑警，跳飞机跳什么都可以的，哎，跳飞机，跳飞机。跳飞机乱讲啊！跳飞机跳房子，你看这些小孩子在玩的、啊。我们的罗廷成还有我们的刘湘慈，在一分钟之内，是否可以将六颗彩球运送过关？请选择。应该可以吧？哎呦！哎呦！我提你，哎呦，不错哦，这是呢。加油！过关与不过关各半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决定怎么做。我想要听一下过关的三位，你们觉得为什么会过关？因为光刚刚看就觉得还蛮简单，而且女生跟女生比较不会有顾忌，可以很贴近。对，因为刚刚男生可能会有点害羞。对，除非湘慈作假，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是。作假的哦，好，不过关的三位，你们的理由是什么？其实他们脸都有一点肉肉的。你刚才这样讲了，谁再说一次？不是，他们脸都有一点。你好意思说我们有肉肉？福气，福气，福气，你在预备。福气，就是比较好夹哦。好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好不好？到底他们能不能够过关呢？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，马上请我们的罗廷成和我们刘湘慈请就位。滚滚来，计时一分钟开始。认真，东关超滑稽的。我发现他屏幕太滑了。刘湘慈加油！湘慈头发啦，头发，我看到目前为止一颗都还没有运送过来。Oh my god, oh my god, 太贼了啦！夹，那么姿势，好，第一颗，好，很好。运送过来了，但是已经浪费了大概将近十五秒的时间了。你们在旋转，旋转，跳跃，我不听旋转，不要再做效果了，刘湘慈，几秒了，几秒了，耶耶耶，不过关。好，第三个，不过关，不过关。这两位呢，感觉上运送的时间花的比较长了，到目前为止呢，只有三颗。故意的你。好了，各位，一分钟，我们看他运送了几颗，一颗。两颗，三颗球，恭喜没过关。好，选择过关的三位，以及刘湘慈跟罗廷成，请到前面来。我们也要啊，你们没有成功哎。哎呦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我们来这个可爱四连拍。可爱四连拍。
拍，可爱好好、哦、四连拍，第一拍，哇，第二拍，第三拍，第四拍，好哦，可爱过关，刘三喜，可爱四连拍，第一拍，第二拍，要记住哦，第三拍，第四拍，恭喜你过关。在这边我要呼吁一下，我们先试一拍，先看你们觉得舒不舒服，好不好？爱成可爱四连拍，第一拍，他示范了，哎呦，他示范了，你要想，谁叫你们要惩罚我？你要想四个动作，好，那个音乐也是要那么的可爱了，好不好？可爱四连拍，第一拍，第二拍，第三拍，第四拍，一到四拍倒回来，请开始。你过关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可爱四连拍，第一拍，第二拍，第三拍，第四拍，四拍倒回一拍，可爱连拍，请开始。哦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不好？要想一下，太棒了，来，我想想，我想想。哇，这傻大姐应该很厉害、啊。来，可爱四连拍，第一拍，第二拍，第三拍，第四拍，可爱四连拍，二三一四拍，请开始。三一四，恭喜过关。今天是大年初四，我相信呢，从除夕、初一、初二、初三开始啊，大家对不对，都吃得饱饱的。在这地方虽然是初四，我们紧接着初五要来了，好不好？在这个地方呢，大家还是怀抱感恩的心的来过年。没错。今天呢，提供这些小的游戏，希望在电视前面观众朋友，你们新年快乐，快乐开心。谢谢今天所有特别来宾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新年快乐。